过年前十个，刚好今天是过年，而且真的，而且这两次都是一发。一发烤，上次是残响一发，今天是樱桃一发。都没选，他还在算呢。残响，残响是不是很难？残响很难哎、欸，你觉得是残响记错了？残响不是这里，这个残响哦。我跟你说，白色的残响。我想问，我想问你想想残响，我想问你想想白色的残响，我想想，不是那个残响，是这个残，那个表里都很难。我主要是想要找一些我的分数很丑的来刷一下。我以为他说真实。不然我这个不是很难，不是很难，表里都很难。人家要刷分的都很难。我比你多哎，他怎么不用刷？他怎么高？我怎么？我妈我知道，分数还没出，应该都是那个。搞不好才96吧。现在要找，要找很久才知道来。他读就看这本书。再往下滑，然后他会把那个读到。然后读到什么时候？所以拿读出来你，你一直是你已经在读啊，不行，应该不会。他读，我觉得这个我应该是读到，挂就打出来。你应该是要选六分的，来说。我的第一选，那我问你发的是什么？对啊，一发竟然多好，这首还蛮难的。讲完了。要说很难，好少、哦。一点三哦。这首是这首超难，这首超难。没有抽啦，连打的，没有连打抽的。我说我没有三角。哎、欸，大神大神，三角都蛮爽的，居然，大神爽。啊，他没吃啊，没吃。大厉害的，老鸡，老鸡，我们去外面，吃热的，好好吃。今天是烧血，被吃了。为什么？就我刚被吃了。我跟你讲，他那个他，而且我不是变动了，我是直接不见。那个他，我直接不见才爆，才爆。啊！刚刚第二条还蛮快的。